绍一下又一位和我合作过的来自宝岛台湾的魔术师丁建中。大家好。你好建中，欢迎你又见面了。你看这个董卿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啊，一跟魔术师合作之后，这魔术师保准就火。那你羡慕我干嘛？你应该羡慕魔术师呀。不是啊，因为今天这不羡慕我有站在魔术师身边的机会。我得主动争取站在魔术师身边，我拱手把这机会让给你。好的，但是你们要做好准备、这个、现场近距离拍摄的这样一个准备、哦、那你的意思就是从这个环节开始咱们现场所有网友就变成拍客了？那当然。哦，没问题，我没问题。你有没问题？没问题。走，来走，掌声有请二位。好，这里有四张K， 我想请问一下，四张牌有几种颜色？两个颜色，黑红。黑的红的，您喜欢黑色还是红色？红色呀，现在过年嘛，红红火火嘛。好，嗯，现在呢，我把这四张牌拿在我手上数一下，一二三四，请问第一张什么颜色？黑色吗？这不看见了吗？这什么颜色？这啊，不是，嗨，哎呀，红色，红色、啊。那我尽量做慢一点，现在非常多的镜头盯着我看。我怎么做呢？我把它放在这个黑色的桌子上。那么顶上这一张是什么？红色啊。红桃。刚刚这是方块，这张是红桃。对啊。做慢一点。我把这张红桃呢跟方块放在桌子上。注意了，我一个响指跑上来了。那这两个呢？黑色。哇。可能我第一次做的太快了，大家没有看仔细。对，太快了，再慢一点好不好？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四张 K。数一下哦，一二三四，第一张是什么颜色？红桃，红色。嗯，那么第二张呢？方片，也是红色的。嗯，这两张红色的，我把它放到下面去，没错吧？嗯，可能没错。弹个响指，它跑上来。哇！再做一次，慢一点。两张红色的牌，慢慢的怎么做呢？交叉，黑的红的，黑的红的。对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来来来，再给点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啊，那老实说呢，我们当魔术师的呢、都不喜欢这四张牌，喜欢什么呢？红桃 K 不喜欢，方块不喜欢，黑桃不喜欢，梅花也不喜欢。所以你就喜欢俩王是吗？我就拿起一张王就可以了。注意了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出来了。当然，剩下三张也是，四张一。哇！哎，我不知道咱们现场这些网友来拍客们，你们看清楚没有？我不知道有人找到答案没有？对，我们应该不是托吧？啊，反正我不是托啊，我估计托也没人找我。这就是所谓的近距离手法魔术。今年是咱们首届网络春晚呢，丁建中要想在我们的网络春晚上一炮而红，或者是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效应，对不起，四个尖肯定不够大。还不够大是吧？这魔术还不够精彩。老实说、今天呢这四张扑克牌呢这只是一个开胃菜而已、当然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在后头。哦，是不是大型的魔术表演啊？没错，大家想看吗？想看，来，掌声送给丁建中。
掌声。